腰突症微创减压全程三步。很多患者对微创减压的过程不了解，治疗时间要多久，伤口大不大，痛不痛，恢复时间要多久，复发率怎么样。别急，我来为您解答。第一步，术前准备阶段，需要先对手术的部位进行全方位的消毒，然后定位穿刺针，大概7毫米的创面，伤口很小。二，第二步呢，在局麻的状况下，通过可视内镜进行到椎间盘内部，找到受损受压的阶段，进行针对性的全面减压，整个过程大约30分钟左右。第三步，进行固定包扎，可吸收缝合，整个治疗就结束了。愈后的恢复时间在2周左右，尽量佩戴腰围，适当的做一做康复的锻炼，腰部不要过度用力，这样复发率会大大的降低。